快快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戴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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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呐，除非你能说了他，江州是再无人敢管。放屁！何人在楼下闹腾？便是时常同你来的那位铁牛李大哥。说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不怕你笑话呀？小店是本小利薄，比不得人家大店。这银子嘛，实在没有。哎呀！只借十两，俺有急用啊！十两！哎呀，你就是把我卖了，哎、不值十两啊！爽快的说！这银子，这银子，你借不借？哎呀！哎呀！这人是骗人的，什么骗人的？哎呀，快拿银子！这本，哎呀，李大哥，你也不能狗掐脖子硬要啊！好啊，你个烟肥猪，竟敢骂你爷爷是狗！狗？哎，这狗可不敢骂，狗不敢骂呀，敢骂不敢骂？俺就不信你这偌大个钱柜，竟拿不出十两银子借给爷爷！哎呦，那里没有银子呀！哎呀，俺给你放个响，省得你银子多了去造孽！哎呀，李大哥，哎呦，使不得呀！李大哥，你使不得，没有啊，没有！哎呀，李大哥，没有，想留钱，有，有，完了！啊！院长进来。戴院长，休得怪他，休得怪他！来！哎呦！俺又不是白借他的，有了，定还他，还不赶快上来，叫你认识一个人。哎，真不好啊！李大哥，走好啊！快点！他小气，哎，李大哥，斧子，去，小气鬼。贤弟，这位大哥是？这位是小弟牢里的一个小牢子。同仁兄，你是故里啊，山东易水县人，他叫李逵。阴历大过人，又叫铁牛。哦，江湖上都叫俺黑蟹官。呵，好酒菜啊！行。哎，戴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亚斯，你看他实属粗鲁，全不知礼仪和体面。嘿嘿，说句实话。别说是粗鲁啊，他比俺还黑嘞！哎，如何这般说话？哎，你知道这位官人是何人呐、啊？便是你时常要去投奔的义士哥哥。啊，你就是俺山东的黑宋江。哎，你怎么敢直呼乱叫大哥的名字？还不赶快拜见宋哥哥？好。
若真是宋大哥，俺就拜啊；若不是啊，哦，骗俺拜了，又来笑俺呢。嘿，在下正是黑宋江。嗯，嘿嘿，别哄俺了，俺那宋大哥还在郓城县嘞。再说又哪里认得俺戴哥哥呀？嘿，原来是在郓城。酒保，接应我。来了，接上。接应我私自放走了晁盖一伙兄弟。就是抢了他娘的生辰纲，险些丢了性命的晁盖哥哥嘛。正是。嗯，事发之后，他们尽都逃到了梁山。不料，此事被我的外甥阎婆惜得知，他定要告官府，害我性命。我一怒之下便杀了他。嗯，为此发配到江州来。路过梁山，是吴军师修书引荐我与戴院长相识啊。哎呀，俺那爷，你可不早说，也叫俺铁牛喜欢喜欢呢啊。拜见俺日夜想念的宋大哥。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来来来，一同饮酒。来来来，好，小盏子续饭。俺用这个。好，宋大哥，那臭婊子杀得好。和俺的脾气一样，像一个娘生的呀。哎，可落得个有家不能归，有国不能报啊。嗨，好汉不能受狗的气，杀他一个半个歹人算个屌。俺也杀过人呐。怎么，你为了何事啊？为了老娘。吃饭吧。娘，说破了嘴你就不能不动弹。说破了嘴我也没病。静红啊，买柴的钱呢？啊，买柴的钱呢？又都喝了。哪里，娘，就喝了一点点儿，刚够润嗓子眼的。娘，俺没都喝，俺还给你买了这个。娘，娘，老公公，你补补身子吧。啊，你呀。一家三口。皇皇安浩荡，天天下太平，交纳身丁税。端公，请。娘，没有。嗯，铁牛，休听他胡言乱语。有有有。打分家伙呀。哎呦，今日下雪，柴打的少，没钱呐。没钱？嘿，没钱。吃这个。我有病啊，铁牛他。仁兄，你初来乍到，与李大哥不相识，今日他不凑手，改日啊。改日再来吧。用小人做保，小人做保。好吧。听说你是个孝子，砍山柴卖，奉养老母，那改日再来吧。啊，这只鸡就当做跑腿钱吧。走，回来。啊，嗯，铁牛，段公。你爹和他一般见识。林兄，你去。好，给你脸，你偏要定。是官，是官。去。
这个冲锋，人丁瑞赵文娜，明早来取。段公，段公，看在菩萨的面上，我求求您了。娘，别丢人面。走，放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铁牛，铁牛，给了吧。铁牛，给了吧。给了吧，铁牛。娘，求求你了。娘。铁牛，你快逃吧！哎不，哎，铁牛，你快跑吧！铁牛，快，快跑吧！娘，快！那狗官不扛打啊，没有使劲儿，他就不喘气儿了。来来来，愚兄，为兄弟敬上一杯。哎，俺自个儿倒，喝得自在。那兄弟一直未曾回家探望老母吧？没，十年了，时常想去投奔哥哥，只是带哥哥不许，怕你是个愣头神，给压死哥哥闯祸去啊？啊！宋大哥，听说梁山可是个好去处啊。去去，隔墙有耳，此话可非同小可。兄弟啊，石才在楼下为何发怒啊？俺有一点大银子，却当十两小银子用了。那主人借十两，去赎回那大银子，怎奈他太小气，只用十两。宋哥哥，宋哥，不必破费，宋哥哥。哎呀，宋哥哥，别，这十两，都给俺。当然，铁牛，好好个宋大哥啊！二位哥哥稍等，等俺赎回那大银子来，俺也做一次东道，要请宋大哥到江边大酒楼痛快喝上几坛好酒。休要去啊，兄弟。嗨，兄长，你真不该把银子借给他，他哪里有什么大银子哟，分明又去赌钱了。哎，贤弟，大哥，倘若输了哥哥的银子，叫我戴宗的脸面往哪里放啊？哎，贤弟何必见外，我看他倒是个忠直的汉子。宋大，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走路啊？你宋大哥一起中，铁牛俺心里乐呵呵乐呵呵乐呵呵，赢了银子俺请客，赢了银子俺请客，俺请客。李大哥，我看李大哥今天这么喜气，一定是发财了吧？李大哥是要娶嫂子了。去，俺没有时辰喝鸡能娶乐子。来，小雨哥，小雨哥，快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小雨哥，哎，怎么办？李大哥，你赌下盘吧，啊！哎，小雨哥，俺等银子用啊，你下盘吧。来来来来，
按着我出发啊！李大哥，你先旁猜一盘吧。哎，不不不，按着出发。哎，你懂啥？让你旁猜。来，你打那银子呀？来，哎，有个先来后到嘛啊！先来后到，你先躲。来，先让大哥先吧。来，谁喊暗赌啊？一注五两。五两啊！俺不看赌。太大了。李大哥，我旁猜。不敢。谁喝俺赌啊？哎，李大哥，谁喝俺赌啊？好吧，跟我赌吧。啊，对，好，来，还是给小李哥赌吧。哎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叉，我要快，快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喝水哟。快！是他奶奶的叉，输了。哎，旁猜的，拿钱来吧。你，哎，下去吧。哎，俺这银子可是十两啊。你再赢我五两，银子便还给你们。嗯，好，俺定把这银子赢回来。赢回来，赢回来，错。叫你不要抢头盘，你不停相劝，看看，白输了吧？俺那银子是别人的，不管是借谁的，你已经输了。哎，小雨哥，你那银子先借俺用用，有了，俺便还你。李大哥，自古道，赌场无父子嘛。你明明输了。还不还？哎，李大哥，你平日赌钱最爽直，今日为何这么不豁达呀？对，爷爷平日爽直，今日爷爷就不爽直这一刀了。哎呦，李大哥，你怎么放响啊你？俺不爽直了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你太不仗义了，你不是。你不能这样！你是不是当爷爷的？你不能当大哥！大老小！就算俺借的啊！你不能走！你不能走！你不能不讲理！你不能不讲理！就是你找我。
么样？有何脸面再见众人？哥哥休怪，今日料不到输了宋哥哥的银子，又没分文请宋哥哥吃酒，猴急了才做出这等不爽快的事来。宋哥哥，你看看，兄弟啊，缺钱用尽管跟我说，今天既然输于人家，就要还于人家嘛。哪是俺输的，是他们赢了我的。给我。宋哥哥，小乙哥，哎，请小乙哥恕罪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多谢大爷，拿上拿上。二位官人在上，小人只拿自己的。您的，这十两虽是李大哥输于小人的，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仇。俺又不是女人家，记哪里的冤仇啊？您说是休下吧。大人，不，不能收，不能收。哎，收下吧。哦，兄弟不曾打伤你们的人吗？失钱的和一两个赌客都叫李大哥给撂倒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就与众人做江洗钱吧。不，啊，请收下，这师傅的。哦，兄弟已知不妥，他不会再来了啊。哥哥叫俺来，俺也不来了。哎，对，啊，请收下。不，收下，一定要收下啊！还快拿上，还叫俺哥哥，还央求你啊！哦，谢大官人，谢戴院长，谢戴院长。谢谢李大哥了，啊，谢谢李大哥了。戴院长，我们和李逵兄弟去痛饮几杯吧，啊？也好，哎，请，去江边琵琶亭吧。好，去江边。哎，怎么，你是何等贵客，还要大哥再请你一遍不成？啊，贤弟息怒，宋哥哥，你骂俺一顿吧。骂？鱼好像淹过，不中大哥之意吧？啊，在下平生喜欢酒后喝几口鲜鱼汤醒酒，这鱼也不甚新鲜了。小弟也不愿喝淹过的鱼汤啊。二位哥哥，都不吃啊？用好，俺替你吃了吧？啊。刘宝，有牛肉吗？有啊。来二斤。二斤。哎，二斤。啊，好。兄弟，想必你是饿了，吃吧。
挚安心的还是宋哥哥。酒家来喽。酒家，这鱼腌过了，有别个好鲜鱼吗？不敢瞒大院长，这鱼是昨天的，今天的还在仓里，还没开卖呢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俺去江边要两条活鱼来，给宋大哥醒酒。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去不得，还是央求酒保去吧。酒保啊，你到江边去。两条活鱼值什么？船上打鱼的，不敢不给俺。俺去了啊，俺去了。得得得，如此更是不去的好。那俺装着和气的药啊。说话像打雷，吓俺一大跳。一家小大哥可以活鱼吗？我们正等着鱼鸭主人来呢，他不来谁敢开仓啊？讨两条活鱼俺有急用啊，不开仓一条活鱼也没有，要等鱼主人来。哎呀，还等什么屌主人来，快拿两条活鱼来。哎呀，没有鱼，没有，没有。他没有。哪有活鱼给你呀？哎呀，你休要胡乱翻腾。主人没来，不能开饭了。这没有鱼。奶奶的，还说没鱼。关上舱盖，你给我关上，你关上舱盖。你怎么下去了？你怎么下去了？哎呀，你不能下去！快上来，快上来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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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拔呀！哎呀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！你把鱼全放跑了！这一杀神，你等着！哎呀，鱼全放呀！遭天杀的黑沙神，今天你要还我鱼！还我鱼！这般无礼，你还不好啊你！打起你恨爷爷来了啊！奶奶！爷爷，来呀，上啊！来呀！
鱼都放走了。大人，让他赔我们鱼。你吃了豹子心老虎胆，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买卖。我，老爷，俺专门去打老爷。去，快去。你走吧，你等着，走吧。兄弟，兄弟，我不让你来讨鱼，你不听，还说和气的要。抡拳头，就算和气吗？倘若你一拳把人打死，你不就偿命吗？俺不连累哥哥，若打死人呐，俺去抵命。都怪我多说了几句话，兄弟才来的。好好。走吧，咱们喝酒去，喝酒去，喝酒去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啊！李沙才休走，莫非你是怕爷爷不成？黑沙才休要走，金帆定要与你比个输赢。嗯，你等着，俺收拾你。爷爷要是怕你，便不是好汉。你要走了就是孬种，好你个康心白萝卜，叫你认识是俺黑爷爷。你这千刀万剐的，回来兄弟。好，你上来吧。你敢下来？你上来。你下来吧。上来呀、啊！你下来。我说你敢，我说你敢，你怕爷爷了？你就是怕爷爷了。奶奶的，爷爷怕你不成？好，走吧！回来，兄弟，兄弟，回来！兄要去，回来！兄要去啊！回来，回来！哼哼，哼哼，哼，金帆，定要与你比个输赢。你呀，哼，量你拳头小点儿。我且不和你厮打，先让你喝点江水再说。下去吧。是好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
来吧，再喝点。去你的！院长，贤弟，快央求营熟人搭救兄弟吧！啊，这一个像大白鲨，一个像穿山甲呀，好黑板呐！够他一家了，让让让！这个黑大志，当时就名不虚传的，好惹的。喝饱了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请问那位白汉子是何人呢？哦，你问他呀？我喝足了，他就是俺的鱼鸭主人，名叫张顺。什么？莫不是他就是浪里白条张顺？正是他，可厉害了！哦，啊，兄弟，再去叫他上来。燕子，我有他哥哥张衡的家书，放在牢城营里。燕子，快去叫他上来啊！好好好。张顺二哥，张顺二哥，我们来了。我有令兄家书在此。戴院长，休怪小人无礼。张二哥，足下看在我的份上，先把他救上来吧。张顺哥，哎，我叫你认识一个人，啊，先去救他，先去救。遵命。张顺哥，赶紧救人吧。大哥，大院长让我扶你上去。俺就愿意带着水里。二位官人放心吧，控控水就没事了。好好好好。二位官人请落座。张二哥，早就认识我吗？啊，大哥，小的早就认识戴院长，只是无缘不曾说过话呢。啊，这位张顺兄弟真可谓是一条蛟龙啊。啊，不敢当，过奖了。这位官人此地未曾见过呀。哦，这位正是他是俺哥哥黑松江。莫非是山东的积蓄宋押司？正是宋公明哥哥。久闻哥哥大名。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早就听说兄长的清德，仗义疏财，扶危济困。哎，宋江是名不符实啊。啊，前些时日揭阳岭上得遇尊兄，他修书一封与你，不巧今日未曾带在身上，改日一定登门送上。不敢。哥哥就要理他。张二哥，你可曾认识他吗？小人如何不认识李大哥呢？只是未曾交过手，未见高低呀、啊！你呀、啊，也演难够了，打得我也好苦啊！这叫不打不相识嘛！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今日你们就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吧！哎，好好，兄弟，在路上啊，休要碰上我！大哥，我在水里恭候了。好好。今天得于众位豪杰，咱们到琵琶亭上草酌三杯。请请请请请哎哎，还
有可能活鱼了啊？怎么，江水还没喝足？俺是为宋大哥喝了一壶水。好，快快拿活鱼来！一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